这是带着感恩的蔬食餐点，内容多样而且雅致，让人心生欢喜。因为我们要给他知道素食不一定是说很古板那一种，我们也要给他们知道素食原来也是有很多的选择，有很多精致的食物，美观又好吃又有营养，是蛮 interesting 一下它的 layout， 它的 presentation 也是蛮好吃。从6月开始，槟城慈济人每周五天送饭盒到中央医院，订购的数量从不到100盒增加到近200盒。定时定点就会有慈济的便当，素食便当会来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哦。在吉兰丹，每一天都让人贴心。中秋佳节，有民众制作应景的小点心来加菜。你看，很开心啦，做工的心情也好。是。随着便当送上的静思卡，每一张都不同，亲手绘图为他们加油打气。要感谢前线人员的付出，也能把社区小小的力量聚集来，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有一个心怀善念、心存感恩的生活态度。做这个净水卡片时，我都很用心的去做。当医护人员收到的时候，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真诚。要送上的不只是健康的餐点，更是满满的心意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